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试一试灯泡亮了吗的试题吧。下列选项中属于电导体的是：下列哪一个物体可以代替开关使灯泡发亮？下列选项中属于电的绝缘体的是：判断下列对错。凯凯用瓷杯代替电路中的开关，灯泡没有发亮。他将瓷杯换成金戒指，灯泡就发亮了，为什么呢？如图所示，哪一个部分可以当电导体？哪一种电路元件使风扇通电后会转动？填一填。下列哪些选项不能让电流通过？